阿杰，你比赛打进第三轮有什么感想吗？干你的，他妈浪费我四个小时，他妈早知道就别打了。干打完第三轮自己像坨屎一样，不知道什么第七名还第八名，选了一个白痴好运节直接下去。我跟你讲，以后再打那个预赛，两个字给狗干，不如第一轮就淘汰了。而且那个进去不知道为什么干，不知道是他妈一堆斜咖还是怎么样，一直在那边聊天呢、欸。一点比赛严肃的气息都没有。哎、欸，这把要玩什么？你要跟我撞正哦。开心的那么早，我记得前天你也是一点严肃的气氛都没有。开台左上角写的大大的236分，哦，你抓侦查了，那没有办法喽，还不是归零？靠腰嘞，这个他妈还可以在里面聊天的。最扯的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、欸，哎。裁判，我们只有七个人哦，可以出发了，补一个路人就好了。干，这个比赛是这样子的吗？干，我一开始觉得他们很奇怪，因为他虽然只要前四就好，虽然路人前四就顺便替补到第五，干，只是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？是干感觉怪怪的，你知道吗？阿杰，有没有可能那个路人是你？靠呀，不是我啦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大家都没有血的时候，就有三四个人一起打，紧张喽。靠腰嘞，他妈当然紧张啊！要淘汰了还不紧张？那而且有些人没讲话，我感觉那应该很想喷人。那有几个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，然后紧张喽，然后就三个那个前三名在那边打紧张喽。Good night.